哒啦哒哒哒哒哒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想国的三王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想国的三公主。我们好无聊哦，都没有人可以跟我们一起玩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开车带你们去糖果饼干国。人认识很多的朋友。你是谁呀？我是魔法的，我能变出很多的交通工具。还可以让你们认识很多的好朋友。哦，麻烦你了。请。这个时候来到了糖果国，这时大家都拿着一支棒棒糖在分享着。哇，好甜的味道，感觉好幸福哦。欢迎来到我们糖果饼干国，我是糖果国王。我是饼干王。我是饼干王子。我们的糖果很甜，请你回奶奶接，可是我妈妈说小孩子不能吃糖，会蛀牙，对身体不好，会生病。我们的糖果不含糖。公主，吃完糖果要记得刷刷牙、漱漱口，这样就不会蛀牙了哦。你们试试看。谢谢你们。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当上了朋友。来，再来，你们。你们要不要试试看我新组装的飞机呀？我可以带你们去另一个国家哟。好哟。我从来都没有坐过飞机耶。飞机是不是可以骑呀？不是啦，飞机是用开的。哎，你没有说啊，大家坐好咯，我要起飞了。咻。珊，哇，下面的房子好小哦！咻，一下子来到了水果王国。到了。下飞机。好，来。我们的水果都是不闪亮的哦。有。有机水果。吃。吃的会变美哦。然后嘞。我也是耶。我妈妈说一天要吃五种水果，便便才会好上。那我们也吃五种水果。那我们也试试看。好。
好，再来啊，增高，一起讲。来，一样啊，继续讲。真高兴可以认识了。真高兴可以认识了。水果王子及公主们。耶。也跟你们当上了好朋友。谢谢魔法城。带。不客气了。我们错过了汽车，还搭过了飞机。现在我想带你们去搭游轮，来去蔬菜岛。哇！有蔬菜！哇，好！哇，好舒服的风哦。这时来到了蔬菜岛。欢迎来到我们。你们吃过我们蔬菜岛的菜之后一定会变得跟我们一样帅气又美丽。好哟，我们试试看。真的很好吃耶。快过年了，我们来找大家一起开 party 吧！耶！好，赶快找位置排队喽。